那这一圈勾完了，大家看一看一下，这个菠萝花呢马上就要快收口了，然后这里是一直加针，这一圈加完针呢是一共是11个爆米花针。我们开始勾下一圈，下一圈呢我们还要加一针，勾出12个爆米花针来。勾3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在第三个锁针上勾一组。中间依然是空着哈。2、3勾针绕线，然后我们再空一个三辫子，在第四个，在它的后面，1、2、3、4第五个哈，勾了一个，然后中间又空一个，2、3，继续在下一个三辫子里面勾出两组来。找一针，1、2、3，空一针，空的始终是这一组和这一组中间这个三个锁针。然后勾3个锁针，还是空一个，最后里勾2个。1、2、3，勾一个短针，继续1、2、3。
勾一个短针，一二三，然后开始勾下一组，看一下它这个加针的。我们开始勾这一组的话是勾两个空一个，勾两个空一个，勾两个勾两个空一个，勾两个，然后空一个勾两个。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，可以再看一下这个的钩织方法，就是中间空一个哈，空一个三辫子，这个空着，这个空着。好了，大家按照这个方法把它勾到最后。这一圈勾完，加一共是12个，2、4、6、8、10，12个哈，12个爆米花针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勾最后一圈。最后一圈呢，我们还要加3针，一共变成15个爆米花针，把它过渡到这个中间，勾3个锁针。3个锁针，然后空3个锁针，在这里勾2个爆米花。1、2、3，3个锁针，然后空一个，能在这里勾一组。又少勾了一个，1、2、3，我们在它的中间呢，中间勾3个，2个勾完了，继续勾3个锁针，还是在同一个位置再勾一个。多勾了一个有，3个勾完，继续勾3个锁针，然后在它的相邻的这个下一个里勾2个爆米花。
这一组勾完勾三个锁针，然后再空一个三辫子，在这里勾一组，这组勾完三个锁针，空三个锁针，然后在最后一组里勾三两个爆米花。继续勾一二三四，最后呢是勾四个辫子，然后我们这里还剩了一个网格，直接勾一个短针，四个辫子，大家别忘了是勾四个辫子，然后又过渡到这里，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呢这个菠萝花就完成了。然后大家按照这个钩织方法把它勾到最后，这里勾两个爆米花，空一个，勾两个，空一个，勾两个，中间勾三个，勾两个，空一个，勾两个，空一个，勾两个。好了，大家把它勾完，一共是勾出了15个。勾到最后呢，大家不要忘了，这里是最后是勾四个辫子的啊。最后一圈呢是一共是15个爆米花针，勾四个辫子，然后在低针里勾个引拔针，勾一个锁针固定。好了，这个单元这个花样呢就勾完了。然后大家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呢，可以再去看一下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